大家，我们在前面会有一段影片，看完这段影片，如果大家有想要放弃或者是走出这个大门的话，我们还来得及。还有机会，这样子还是可以拿通告费吗？你半天都不到哎。人在渐渐长大后，心中就会将你的人生建立出一套规则，一套让你安逸的规则，渐渐的失去了做梦的权利与能力。2013年，有一位退休教授带着一群年轻人进行了一项人生挑战，从花莲划独木舟横渡黑潮，哇，向日本冲绳与那国岛。2024年，我们将分成两队，每队四人，共两艘双人独木舟，从花莲岩寮出发，前往比与那国岛更远、更难划的地方。花莲260公里远的日本冲绳石垣岛，好远，怎么可能呢？好远。大家好，我是百八，连续两届亚运银牌的轻艇激流国手。在这两个月的训练中，你们必须同心协力，一起让独木舟的时速达到每小时6公里以上，这代表我们才有机会在60个小时内抵达石垣岛，完成任务。在这过程当中，我们必须面对无尽的大海、日夜的交替以及体能的耗尽。一旦超过了时间，就代表失败，我们必须终止任务。最后，我只想送你们一句话 ：You never try, you never know。True。你准备好上船了吗？这是生死状。You never know, you never try, you never try, you never know。True。哇，还切切同一次 ！Oh my gosh！OK、okay.。切切 ！Oh my god！ 哇，很恐怖哎！前后一届训练以最终独木舟出航向石垣岛为目标，锻炼体能。如果你们愿意一起参与这一项的挑战，我希望你们签结一个切结的同意书。谁要先第一个签名的？其实就是因为不容易，所以就想说想要试看看自己又能被提升到，或是 push 到什么 level， 或者在其中又可以发掘自己一些之前没有看到的一些面向。我觉得这我蛮期待的。好啦。借的这件事情告诉我的家人，告诉我的儿子，就你爸是一个这样的人，这样虽然他不是一个家财万贯，也不是医生，不是什么知识型分，但是他的这一股满腔的热血，就是也是一个就是你会觉得很酷的一件事情。擦擦，台湾有非常多的外景节目，但是没有一个像这个就是这么的挑战跟疯狂的。搞不好跟你的 granddaughter、grandson 说：“哎嘿，你奶奶以前怎么样怎么样？”这不是一个很酷的东西吗？对啊。以前一个很好的朋友，还很早就离我们而去了。然后我最想到的就是我们当初常常两个人去海边，我觉得好像也想为了他做一件大事，让他不要觉得我也忘了他，让他记得我还在想念他。对啊，大家都签了，签了，签了，签了。国哥确定呢？国哥，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，他们只是觉得很不可思议，怎么会有人去做这些傻事啦？爸爸可能要去做一些事情是挑战的。然后我也都不会，就像你们现在可能要去学任何东西一样，你都会遇到一些困难。那我们都试着把它完成，这样。爸爸跟你讲，爸爸今晚要去录一个节目，足厉害。伊就是吼，阮一群人要去拼一顿大的，来上船啊！改拼！很晃哎！他现在就晃了哎！而且现在还没有浪哦。很晃哎，真的会有恐惧耶。它的浪起来的时候，其实你是有害怕的。我是住海边的，我不知道真的有一个可以打造出海的样子。转圈，转，航行，航行。
真的蛮震撼的。那个海浪开始在跑的时候，我想说这怎么可能要去面对的？我有点想要当第一个，但我有点不太敢这样。真的，真的很大。我整个傻眼呢，它的浪到底可以有多大？这样子是两三米，那真的是会上去啪的那一种。不确定它会对我的船造成什么样的波动。自己还没下去的时候，那个过程还蛮煎熬的。说真的，那时候的心率真的是飙高。瑞玛在我的就是世界里，我觉得他就是世界强。我觉得瑞玛的平衡好，太棒。我觉得果然是有玩板的人。我觉得板类运动的平衡核心是一个很多运动的基础。看起来超轻松的，对，而且他很清楚他的那个，我觉得他的那个 balance 是超级好的。但是他因为超出了红线，然后就被宣布就是失败这样子。但是他是表现得不错的。接下来到双人独木舟，这个是因为我们接下来会是用双人独木舟进行十余岛的挑战，所以接下来我们今天就是要给教练看一下你们各自的程度跟状态。要蛮厉害的，他面对浪的时候他不会害怕，他的动作可能放得很软很轻松，我们以后就可能要训练到像他这样就会比较省力。他很聪明，他观察得很细，而且他运用得很快。现在这样子的话会比较没有自信要说要去石原岛。对啊，我们龟山岛可能都没办法。你不要说我们滑到那边我都觉得有问题，龟山岛可能都没办法。我们看到那个龟山岛慢慢变大的感觉，我们会有一种动力，对，蛮爽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我们即将进入那个山，请往前滑，请往前滑。你看，空方向哦，空方向。我转不过去，张姐。没有没有，我们要往前先滑，先继续滑，还没有转。张姐，你控制。往前，一次 ，Level Four， 请回转，请回转，上去，可以哦，进入 Level Four， 请回转，请回转，啊，快速，可以，快速转，有，转，左脚，滑，用力，啊，要转，啊，要转，啊，转，转，往前滑，往前滑，往前滑。完成 level 4啊，那我们要转往那边啊，他们可以出海了，他们终于有人成功了，哎，成功了，加油